看似无力，它是柔的，它是要用内功的。净土的怀北叮咚也不响，扮相清丽雍容，唱腔韵味醇厚，表演质朴而富有创造力。他深得越剧名家袁雪芬的艺术真谛，从沧桑绝望的劳动妇女祥林嫂，到美丽多情的大家闺秀鞠莺莺，他所塑造的人物千人千面，神情俱佳，用生命演绎出舞台上的万种风情。他是当今越剧界的旦行翘楚，原派名旦方亚芬。我们又来到了跟我学讲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西厢记》秦星的后半段唱腔。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秦星的后半段的规定情景，那是崔莺莺听到了在西厢那边张生的弹琴声，红娘离开以后，她听到琴声以后抒发自己的一段情感。后半段的唱腔是载歌载舞，具有一定的难度，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既要记住唱腔的旋律，又要记住舞蹈身段的动作，对大家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我想通过今天的讲课，我想大家肯定会进一步更好的来演绎这段唱腔和身段的，我相信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讲讲后半段的唱腔和身段表演。我想大家还是一样的要注意咬字跟归韵，也要注意整个情感，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十字句唱腔的同中韵的一段唱腔，所以说在最后的归至鼻腔的时候特别要当注意，而且不要把字咬得不准以后就它的字音就撇掉了。比方说我们要说他不做提起刀枪把掌神勇，他不要沮丧我离空，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恰似儿女的雨在小苍中，他似一穷恨比穷，独自为搅乱紫梦谁自用，他求必中
此心同，尽在不言中。说到这个唱腔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说，大家可能也听过袁老师以前的唱腔，它里面有一句唱，不要雨伞我立空，是唱的是侯山，因为侯跟我们现在唱的是桂山是两个非常相近的字，当时时候呢，袁老师就唱了侯山，后来经过别人给他指出以后，他去查了字典。确实觉得自己是错了，所以说他在教会我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说一定不能再唱侯山了，再唱侯山的话那就是我的错，所以说一定要唱沟山，沟山那是一个地方的名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袁老师他能够把缺点改正过来，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把这个缺点改正过来。现在我们跟着音乐来看看一段这一个翩翩起舞的唱腔和身段动作，大家要记住，有很多地方我跟大家探讨一下啊，也是袁老师跟我说的，我们大家可以互相的学习。他说，像他不足提及道歉吧，他不足提及道歉吧，这是个大道花，神勇。他不要沮丧，我立空。他不做铁骑刀千把张神勇，他不要沮丧，我立空。他不曾高望，这实际上袁老师说的，但是从朝鲜舞的那个身段中的，噔噔噔噔噔，是不是？他从朝鲜舞当中他借鉴过来的。我立空，他不曾高望，把风听看到没有？月浓，他恰似。儿女低语在笑场中，这也是非常典型的袁老师的一个身段动作。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恰似儿女低语在笑场中，他似一穷海。这时候尽管是没有大的身段动作，但是他的情感就像一条线一样的要嵌在那个西厢张生的琴声当中。独自为
搅乱紫翁在此拥。那时候他的眼神在哪里呢？在墙的西面。他曲尾中，他曲尾中，曲尾中一通，分明是把老飞燕高西东，关外一曲断肠夜，只因千古痴心动情在波。这后面两句是他的内心，他的深深的内心的独白，就是说感怀一曲断肠夜，用只因千古痴心动。我们原来两个人的心境是相通的，痴心动情在。这时候的表演不需要更多的身段动作，情在全部没了，就是要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不言中。到最后才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懂这意思吧？他深深的被张生的那个琴声给吸引了，抒发了自己情绪，有感而发。而且就像我们以前说，好像印象当中袁老师的印象最深就是祥林嫂，大家觉得好像袁老师没有什么身段，我以前也这么一直都这么认为，但是经过西厢记的排练以后，我觉得我们老师的身段还是非常美的，只是好久好久没人去演绎他，把他给遗忘了，给他遗漏了。但是我们现在有责任呢，把老师的非常美好的身段把它给体现出来。我想希望通过你们三位学生，跟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这一段载歌载舞的非常优美的唱腔和身段动作，好吗？不曾高啊，它是软的，哎，把它有一个弹性的东西，这是你内心的东西。不要眼睛啪啪啪一动了以后，好像我在说人家的事情，这是在说你自己内心的，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曾高啊，把风一拢，他家是儿女弟弟在教堂中。戏曲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大家刚刚已经把那个后半段演绎下来了，但是呢，有一点，因为这一段呢，身段比较多，不要忽略了唱腔，也不要忽略了你的表演，记住了那个身段动作了以后，把别的都欠已经忽略了以后呢，那是非常损失也非常浪费的。像比方说，你一开始唱，他不做贴机倒腔吧，掌声，用。第二句的时候，你已经想到后面一个动作了，是吧？对，后面想到后面一个动作了，千万不要，一定要有一个它是连贯的。不要沮丧，我离空，不要蹲得太低，不要蹲得那么低，你看，特别是那个，像这个，它不曾高啊，它是软的，把它有一个弹性的东西，知道吧？有一个。这才是有，你现在呢？那个我们陈慧迪呢？现在有一种像投降一样的了，是这样啊。还有一个呢，风雨浓，他恰似，儿女低语在笑。我刚刚好像你就勾住了，又把话筒哗啦哗啦响了，对吧？刚才勾住了。儿女低语在笑场中，这个时候后面没有什么身段，但是你的情一定要凝聚在那里。他思意中，比穷，独自为搅乱自风色自用，这是你内心的东西。不要眼睛啪啪啪一动了以后，好像我在说人家的事情，这是在说你自己内心的。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却比中我一同，分明是，看到没有？不要这么直嘛，我们戏曲讲究一个圆。西东完了，你这么直的话还怎么弄？是吧？乖娃一秋团长一自应其故此心动静在。这时候这两句此心同静在不言中哦。要停在这个地方，在舞台上面是眼睛收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表演唱，要有视线的一个点，要有个点。好，我们今天已经把后半段学会了，加上上一节课的上半段，应该说是把整个的《西厢记》的整个秦心的这段唱，整个都已经演绎下来了。我想今天。是不是可以把整个的唱腔连下来，向我汇报一下？
大家能够把这一整段都演绎下来，但是呢，有一点大家记住，这段唱腔不是悲剧，不是悲伤，是莺莺内心的独白，是陶醉，是有一份欣喜，所以说要带一点少女怀春的一种欣喜的感觉。他不要沮丧，我离空，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恰似儿女低语在笑藏中。像这种有一份眼神里面透出来的是一份欣喜，此心同尽在不言中。我们尽管中间隔着一堵墙，但是我们俩的心境是相同。尽在不言中。有一份欣喜啊，知道吧？而不是悲剧。不要只记了唱腔，记了身段，把表情给遗忘了。
我去看看老夫人她睡了没。大家通过这两堂课对《西厢记》情心的理解和演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提高。我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今天跟我学讲堂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因为袁老师看到他，就想到他就是想要啥。我想知道，就是电影剧，就是跟舞台剧有什么区别？自从拍了电影以后，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表演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很多的缺点。我们不是纯粹的现代版的言情小说，我们是戏曲、电影。哭，就这么遮一下，你看大家知道你哭了。但是必须要有两行清泪。